嗨，我是 Wendy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我们还没开始吃之前呢，请大家关注我的频道。三二一，谢谢。Hello， 我们今天来了 Norwegian Fish Market， 所以在那个鱼市场呢，我们已经买了一个帝皇蟹，好大只的帝皇蟹，然后还买了鲍鱼，还买了虾，那个虾的是蛮大只的。等下，我们现在就是等着他们来煮。帝皇蟹呢，我们选择了清蒸，然后那个虾子还有鲍鱼，我们就选择了油烤，就是牛油烤的，应该很好吃。这个就是那个小菜，他给了我们一些小菜来配我们的这个海鲜的，拭目以待吧。哇，现在好期待啊！喝点水，我们的食物来了。这个是那个帝王蟹清蒸的，然后还有这个是那个虾，拿来烤油烤的，牛油烤。这个是那个鲍鱼，鲍鱼也是拿来烤的，啊，非常棒！我觉得我现在要把手套给穿上，哼。他们准备了这个，准备了，我们可以用手吃，哼哼。好，开餐啦！先吃这个虾吧。哦，太大只了，这个我们来吃这个虾，这个虾子，哎呀，蛮大只的，蛮大只的，哇 ，My God！烧，这个肉好像蛮扎实的感觉，来，我们来尝试看看。好吃。它的肉质很鲜甜，蛮扎实的。尤其它拿来烤了过后，特别香啊。好吃。这个肉质蛮像龙虾的肉，那个味道蛮像龙虾的。这个是那个鲍鱼，新鲜的鲍鱼，刚才还活着的呢，啊，也是拿来烤的。OK， 这个呢，肠是不能吃的，得拿开，肠子得拿开，得拿开。OK， 好，蛮香的呢。鲍鱼，看到吧？肠子拿开了，哦，这个黑黑的是不行吃的一个，它的肠子丢，这个好来吃。新鲜的鲍鱼就是不一样。好鲜美呢，
蛮弹牙的。他可能是用那个，那个主厨说他是用那个牛油来烤的，吃着呢鲜美，还吃到那个牛油的味道，嗯，赞。嗯，现在重头戏来了，我们要吃这个。但是重点是要怎么吃呢？那是个问题。嗯，以免那个味道呢掺杂了。可以看店家蛮好的，准备了很多啊，虽然不是很环保，但是就是不要那个味道给掺杂，顺不穿新的。嗯，这个是我本身呢是非常喜欢吃海鲜的，所以可以看得到，嗯，这么肥美啊。好，我们别开它的头先，我们先人家给了这个，把它剪开，看到关节吗？哦，一个螃蟹有八只脚，哦，这个是钳子，钳。然后我们去把它剪开 ，OK， 好，放这儿。看到关节，好，剪开，然后尝试着把它拔开，啊 ，OK， 好，空的，来吃。如果你们喜欢吃海鲜，喜欢吃蟹，一定要吃帝王蟹。嗯，那么就是，哦 ，OK， 关节。好吃，继续吃啊！真的很鲜美啊！我不懂要怎么解释，就是你们一定要来尝试这个地方蟹。蛮扎手的。肉。多啊，失败。如果失败呢，就拿这个剪开。
好棒。把这个给打开，来看看。哇，蛮鲜，味道蛮鲜的，这个是不行吃的哈。这个也是不行，把它拔掉。这是它的肺，是它的肺，这不行吃。这个把它丢掉，把螃蟹脚给吃了先。还是把它剪开。没有一点力气都不行吃帝王蟹呐，这是胖嘟嘟的脚，哇，希望成功，哇，幸福的感觉。实在太棒了。这个是那个它的钳子，肉质比较扎实，还有洞，那这叫展示。在里头，特别甜，真的特别甜。Sorry， 打开啦，肉很扎实。真的超好吃。这还有肥肉。原始的肉跟小的肉肉质不一样，原始的肉就是一丝丝的，比较扎实，但也是一样好吃。没了。好多肉，看到肉了吗？
身体的肉质跟脚肉质也不一样，比较接近那个钳子的那个肉质。到处都是肉。身体的肉很鲜美，因为有膏配在一起呢，就像海洋的味道，不是腥哦，是鲜美。好，那太棒了。好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个赞，给我个赞，然后再关注，然后可以点评，看你们想看看我吃些什么，每一个 comment 我都会去看哦。谢谢你们的，来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